厨房喜欢做饭的万姿红，今天是7月26号。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采摘来的野菜，在我们当地呢把它叫麻子菜，有些地方呢把它叫蚂蚱菜，它的学名呢叫马齿苋。这个马齿苋呢，既可以当美味，又可以入药。它的功效呢，清热凉血，解毒消肿，既可以凉拌，又可以做蒸菜，又可以包饺子，还可以烙饼。今天我就拿它来做一道美食，分享给菜友们。现在我已经把麻子菜择好了，我拿去把它洗干净。麻子菜我洗好了，今天我想拿它做个菜饼。控干水分，把它放在案板上剁碎，剁成这样呢，我们把它放在盆里面，撒上一些碱面，保持菜的新鲜感。刷油，打上两颗鸡蛋，放上适量的盐，再放上一点鸡精，然后里面再塞上一点干面粉。现在把它搅拌均匀，加上适量的清水，调成这样的糊状。我们来把锅烧热，底部刷油，刷好油，我们舀上这么一小勺，然后摊成小薄饼，落到两面金黄，就可以出锅了。今天的野菜饼做好了，柔软中带着一点马齿苋的清香味，挺好吃的。